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11月15日，星期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我想去办个信用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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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可以陪我去一趟银行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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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很少看电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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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电视浪费时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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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您填一下这个表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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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填错了，请重新填一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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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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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穿得太随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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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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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明天有一个面试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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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提前一点到会议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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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拿一个新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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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朋友之间流行发网络语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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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很容易出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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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男朋友很幽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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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不要直接拒绝别人的邀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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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阳为地球提供阳光和热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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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孩子的体温高一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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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汗会影响体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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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看一次是不可能记住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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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汗会使体温降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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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狗学习需要耐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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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忘带护照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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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乘坐的航班已经起飞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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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保持耐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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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得改签一下航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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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汗会影响体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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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面试的时候，衣服要穿得正式一些。去面试的时候，衣服要穿得正式一些。去面试的时候，
衣服要穿得正式一些。去面试的时候，衣服要穿得正式一些。只要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广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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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